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，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？字不如表，表不如图，图不如视频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讲师。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。我的目标是够全、够新、够精。听高老师细说 PHP。大家好，我是修炼讲师高过峰。大家好，我是妹子。妹子，咱们在上一小节里边，咱们介绍了 PHP 这个运行环境 WEMP 的一些结构，对吧？那最主要的就是配置文件在哪，如何启动，以及一些长的目录结构。那这些呢，咱们会在以后的课程里边会不断的重复去说，所以呢，大家肯定会熟悉。那这节课呢，我们来开始 PHP 的学习。那在开始 PHP 的学习之前呢，我们得先了解 PHP 能干嘛，对吧？它的发展前景如何？这个呢，是我们这节课需要向大家介绍的。这几个就是 PHP 的功能介绍。来，首先看一下 PHP 语言的开发方向。那咱都知道 PHP 是一种语言，对不对？那既然是一种语言的话，就什么软件也都可以开发，听懂吧？比如说软件的类型有很多，应用软件。什么叫应用软件呢？就比如说咱们在开始程序里边，我把这个推一下，开始程序所有程序里边，这些都是应用软件，对吧？比如说附件里边的有个计算器，看到了吗？看到这上面飘的一个计算器了吧？那这个软件我们可以用 PHP 开发吗？可以。但是是 PHP 的主要开发方向吗？不是。所以呢，客户端图形界面程序 PHP 是可以开发的，只要咱说 PHP 是模块化的，对不对？只要安装一个 PHP 的图形扩展，你就可以开发这样的程序。但是这个程序，这样的程序不是 PHP 主流开发方向，连 0.0 点几的应用几率都不到。但是如果有人问到你 PHP 可不可以做这样的软件，可以。你在不会其他语言的情况下，如果公司有需要说开发这种图形的结构，你可以选择这种方式，装一个扩展库就可以。但是这个呢，也不是咱课上最主要介绍的方向。那 PHP 还可以，比如说命令行脚本运行。什么叫命令行脚本运行呢？就比如说，对，随便在这儿我们打一个 CMD， 是不是开启个命令行，对不对？像命令行这里边，比如说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软件，比如说3w.百度.com， 对吧？这样的话是不是都在命令行执行的软件？这种软件 PHP 也可以开发。一般的做运维的人，控制几百台、几千台机器，他肯定，比如说让他批量去处理什么东西，肯定不是一台一台机器操作。所以呢，他可以用 Shell 脚本里边嵌套 PHP 程序来写这样的软件。PHP 可以做这样的软件，但是呢，用的几率也很少。几%的 PHP 的开发方向是使用这个，一般的呢，运维的人会喜欢使用 Python， 但是呢，你在别的语言不会的情况下，你只会 PHP 的情况下，你可以用 PHP 结合一些 Shell 来完成这样的程序。那 PHP 90%以上的咱们开发方向就是最主要这个服务器端的脚本运行。对，就是你在你那儿，你的电脑里边开个浏览器来访我的程序，对不对？来访我 PHP 程序，那 PHP 程序是在我机器里运行，它连接的和调度的资源都是我机器里的，我机器是服务器，在我机器运行，把运行结果给你那边的客户端，它是在服务器上运行的一个脚本程序，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开发方向，90%都用在这儿。所以呢，大家学 PHP。你目的最主要的方向就是开发作为服务器端的脚本运行，也就是开发动态网站使用 PHP。大家清楚这个 PHP 开发方向吗？也有人问你说 PHP 就能做网站？不对，你在不会语言的情况下，它可以做命令行，也可以做图形。好，这大家清楚了，这就不用多说了，因为其他的你也不用需要去过度的去了解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。既然它是在 Web 中的主要用，那咱说在服务器端什么执行的嵌入 HTML 脚本程序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你访问我的程序在我机器运行，对不对？对。
是把 PHP 代码嵌入到 HTML 里的。HTML 呢，大家呢肯定有所了解，对不对？编写静态页面的，对吧？静态页面有一些动态数据需要从数据库去取的话，那就可以嵌到 PHP 的程序，然后去连接数据库把它取过来。那也是目前最流行的开发这种 BS 结构，也就是网站软件需要的语言。当然了，学 PHP 可不光开发网站，比如说像咱们兄弟连内部的学生管理系统、办公系统、咨询系统、考试系统，这些非网站式的是一种应用软件，也都是用 PHP 开发的，只是大家见到最多的就是网站。所以学 PHP 的是可以做软件的，当然网站也是软件中的一种，对吧？这也在前面的课程中咱们都介绍过。那最主要的是 PHP 非常容易学习，它的语法非常清楚，而且呢它混合了像 C 语言、Java、Perl 语言以及 PHP 自创的一些语法结构，也就是把结合了各个语言最好的优点拿过来，形成了一种很独特的、很好用的，并且开发速度非常快的一种语言。另外呢，咱说了 PHP 做网站的话，一般调度资源都是数据库里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 PHP 呢可以连接很多个数据库，只要是大家知道的数据库 PHP 都可以去连接。但是呢PHP 它本身是开源的，和 MySQL 它也是开源的，这两个才是真正的黄金搭档，用这两个组合的是比较多。这是 PHP 在开发中的一些应用。那 PHP 除了做那些呢，它在服务器端执行的这些都可以，比如说你客户端提交的一个表单的数据，对吧？给到 PHP 可以接收，然后可以把它连接数据库，放在数据库里边，可以生成动态网页，这里边，还可以怎么的动态输出图像、动态画图，比如统计图啊，还可以操作服务器端的文件，创建目录啊，对不对？读文件的内容啊，那数据库的支持，还可以保留你的登录的一些状态，规划控制，还可以处理 XML 文件呢，其他的网络服务协议啊，等等等等，这都没列举，这只是 PHP 的最主要的一些功能列在这儿了。那 PHP 程序最主要的哪些特点呢？首先，PHP 是开放源代码的，不像说你写的 C 程序和 Java 程序，你需要编译成二进制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写个 PHP 程序给你，我就直接给你的源代码，对吧？那有的时候呢，源代码能作为商业项目运行吗？能卖钱吗？对吧？开源能卖钱吗？如果你比如说你给我假如说我公司的咨询系统交给你去做，你可以加密完之后再给我呀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再支付给你一定的费用，对吧？虽然它不是编译型的，但是它有加密，也可以作为一个商业的软件。那它可以独立操作系统，可以运行在所有的操作系统上。当然说最好的结合的 PHP 特点是跟 Linux 结合，对不对？大家如果对 Linux 不熟的话，也可以用它跟 Windows 结合，这也是可以的。这是大部分服务器，大量的数据库，创建图像，这前面都说过，对不对？这是 PHP 的一些特点，咱就不用多说了。那对于 PHP 发展的一章，咱们说了，咱们了解 PHP 历史的对咱学习的意义不大，对不对？什么哪年创建的，哪年使用的高峰，对不对？那咱就看一下以后的一个发展，这才重要的，对吧？那目前为止，只要是你听过的网站或者见过的，都可以用 PHP 开发。那咱们说不一定它全是用 PHP 开发，但是80%-90%现在的网站都选择 PHP 网站，对吧？包括那大型的，像在这里边列出了谷歌啊、新浪啊、搜狐啊、网易啊、Tom 啊、腾讯啊、百度啊，对不对？淘宝啊、京东啊，对吧？都有 PHP 的身影，因为 PHP 的开发速度快，这个呢很受欢迎，所以呢这些大的互联网公司也都选择 PHP 开发。当然了，大的系统它是分几层的 ，PHP 最主要开发其中的一层，这个呢后边可能咱们再详细的介绍。你现在知道，你只要见过的所有的网站都可以用 PHP 开发。目前已有的网站80%-90%都是用 PHP 开发的即可。那你想想，是不是应用量是非常大的？大网站、小网站，对不对？都有用它的身影。所以呢，但是呢，有些人会对一些 PHP 误解。好多都问我说：“高老师，为什么大学不开 PHP 这门课？对吧？那大学不开，你还学，用的还多，那你就业就好就业。”对吧？所以呢，学校或者什么有些个人呢不喜欢 PHP， 对他有一种误解。你看这里边，我一个字没落，把这个字全打出来了。
这不是我做课件的一个风格，但是这点很重要，所以呢，我一个字不落的打在这儿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你知道，尽管 PRP 门槛比较低，学起来比较容易，因此呢，有很多人误以为这是一个不太有发展前景的一个语言，对吧？另外呢，别人认为它不是大牌儿，比如说学校总会认为什么呢？学 Java，对吧？那是 Sun 公司，学点 Net 那是微软的，都是大牌儿，对不对？PRP，说实话，没有一个大牌的公司支持，对吧？它的官方 PRP 不属于任何公司的，它是属于全人类的。那目前呢，美国 Zen 的公司负责对它升级和维护，那 Zen 的官方也就是几百人而已，人数也不多，所以不能称大牌儿。所以好多人认为说这个没有大公司支持它不好，但是呢，全世界的人都来维护这些开源的这些语言，所以呢，它其实比那些像 .NET 和 Java 更大牌，因为它参与的人是全职人，不是某一个公司的人，对吧？你我或者他都可以去参与对 PRP 的一些升级改版，只要是你对这个语言了解，你有能力去加的话都可以。所以它的开发者是全人类的。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，就是很多人，你看啊，刚才都说了，因为它不太有发展，没有大牌支持嘛，所以呢，很多人他有误解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在从业了很短的时间内，走上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台阶。你看，都用 PHP 手艺，在很短的时间用 PHP 就能一个走上一个很高的台阶。因此呢，其他语言至少要学习并从业很多年才能勉强算是掌握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家都必须掌握这门语言的什么很多底层的细致问题，一直上不到一个比较高层次的一个考虑问题，学习其他语言就是很难到一个高层次，而 PHP 就很容易，对吧？细致上，花的时间等呢会太多，对不对？而 PHP 在轻松掌握之后，就可以更多的考虑高层架构上的问题了，细节上问题呢，这门语言的开发者呢，怎么都替从业者怎么解决了？所以呢，互联网内上升最快的很多都是 PHP 的开发人员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用 PHP 创业好，还工作也好，你的发展空间呢会跃于其他的一些语言，而不要误以为这门语言没有多大的发展。你看看现在用多少用 PHP 开发的网站，你就了解了。这就是我们在学习 PHP 之前，对 PHP 稍稍功能上有一些了解，它的开发方向，对吧？它的市场前景，对吧？对它历史呢，大家可以一块儿过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用4个版本，什么用5个版本，那些东西都不用考虑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这一小节跟大家介绍的内容。好，谢谢大家。Thank you.